浓烟从屋内窜出，消防队员获报后抵达现场，拉起水线紧急灌救。云梯车从便当店上方喷洒泡沫，试图要扑灭火势，但还是一路延烧，就连一旁的超商也被波及。而另一批打火弟兄破坏铁卷门进入店内，发现锅炉旁的瓦斯桶还在燃烧，就怕再次发生意外，消防队员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。台中太平区这一家便当店27号下午2点多传出爆炸声响，接着屋内就冒出熊熊大火，把附近住户都吓了一大跳。七八声的砰子，啊，就火就烧起来了，铁门就弹开了，啊，结果那个鸡腿王里面就开始烧。由于火势来得又大又突然，还伴随着爆炸声响，就怕火势一发不可收拾，附近居民赶紧通报119。警方到场后初步了解，疑似是店内厨师备料过程中操作不慎才会发生意外。第二十二性它是丙丁烷的一个成分，所以它的比重比空气重啊，它往下沉，哦，所以它即便外泄，它的工作人员是闻不到味道，哦，除非要很浓。所以他续在下面的时候，他点的时候就会气爆了。这起意外也造成这名员工脸部和手部有18%的烧烫伤，幸好紧急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。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，还有待火调科调查厘清。镜新闻赖文忠、余嘉伟、高宇正采访报道。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